羞羞的寒冬，你孤单寂寞觉得冷吗？娱乐报今天就要带大家飞到关岛，拥抱温暖的 Dream Girls。 大太阳啦，感觉今天过后我就变黑美琪了，太阳好大，不黑了，其实很快 OK， 太阳太大，更要带大家独家之极，嘿嘿，看他们脱关关大解放，用尽心思博取美丽头条喽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Dreamers， 我们今天在关岛，刚到没多久，都没有睡觉。然后我们到这边就凌晨了。哇塞，关岛果真是个好地方啊，五哥我都热起来的啦。现在其实我们在拍就是比较泳池的画面，然后穿着泳衣的感觉，对，小性感又小度假风。那我们要赶着去拍喽，拜拜拜。阳光、沙滩、美女还有泳装，哎呀呀呀，泳装一上身便知有没有啊。李玉芬的小瓶口完全关不住小坏坏的32CD， 在这里五哥也祝福，而且乐见于玉芬的事业永远长红啊！相较之下，宋敏琴怎么感觉还停留在昨天的飞机场？我是说有时差，有时差啦！面对来势汹汹的团员，敏琴怎么办嘞？看着蓝色的大海，还有蓝色的小裤裤，敏琴 good job。但是请寻找影片中的最大亮点，古人说得好啊，横看成岭侧成峰啊。平常大家可能都以为 Dream Girls 里的大咧咧担当就是李玉芬，其实她只是露一张背代表，听起来大咧咧底下啦。俩掉啦， Dream Girls 最强银乳。32D 郭雪芙，怎么有个水中精灵？嘿嘿，万恶的洞洞装，别想遮住宅男们有如 X 光扫描一般犀利的视线啊！平常总是抱紧紧跟粽子没两样的郭雪芙，这次为了新专辑，终于让我们见识到香喷喷的乖乖内线啦，让大家知道谁才是老大。雅虎娱乐报，很开心报道。